上对于美国人来讲是好像是没有悬念的比赛，他们认为美国选手必胜。那么这名美国选手是谁呢？去年就是在拉斯维加斯，他以非常快的速度 KO 了中国著名选手李宁。我们有请来自美国著名泰拳手 WKA 排名第一，有请勒德斯拉。And now for the WCK Full Rules Muay Thai World Title. In the blue corner, wearing blue, weighing 137 pounds, he stands 5'4", age 32, direct from Thailand, now fighting out of World Muay Thai in Santa Clarita, California. His record stands at 120 wins, 15 losses and 5 draws. This man's a 3-time Rajadhan Nam Stadium champion. I give you Mr. Lightning.Lazilla 和勒德斯拉对阵的这名中方选手来自广东美泰，曾获得在香港举办的亚洲拳王争霸赛的金腰带。他和勒德斯拉的年龄相差是8岁。那么今天是邓泽奇创造奇迹的时刻，也是邓泽奇历练的时刻。我们有请中方代表队邓泽奇。拉斯维加斯是一座欲望之都，谁也不知道结局是天堂还是地狱。普拉兹酒店是武林风决战拉斯维加斯第四季的比赛场地。我们初到此处便惊奇地发现，这场盛大搏击赛事已经为赌场开盘了。从双方赔率对比来看，大部分比赛都是一种势均力敌的态势，这反映了庄家的判断。最高的反差出现在邓泽奇对勒德斯拉这场比赛中，邓泽奇获胜的赔率达到了1:6，如此高额的回报是否能吸引很多人下注呢？勒德斯拉实力非常强大，买他的回报虽然很低，但是稳赚不赔。如果买那个中国小伙子，肯定血本无归了。勒德斯拉去年曾 KO 过李宁，他的重击造成了李宁下颚骨折，长达半年无法参赛。小将邓泽奇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唯一的好消息是来自对手勒德斯拉体重超重，必须在1小时内再降掉多余的1公斤。邓泽奇利用最后的时间仔细研究勒德斯拉的比赛录像，力图找到破敌之道，夺取对手的 WCK 金腰带。武林风决战拉斯维加斯第四季，精彩值得期待。And in the red corner wearing blue, weighing 134 pounds.He stands 5'7", age 20, direct from Guangzhou, Muay Thai Gym, with a record of 30-6. Here is Deng Xiangxi. Deng Xiangxi, 20-year-old from Kankai, China. Elevating in Guangzhou, China. You heard his record, 30 wins. 比赛现在开始。And in the ring.Trying to get the attention of Lurdzilla. Viewers, 朋友们，现在是宋雨杰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普拉达大酒店为您转播的是武林风走进美国决战拉斯维加斯第四季。这是一场 WCK 的男子61.4公斤的冠军卫冕战。那么穿着灰色短裤带着红色拳套的是邓泽奇，他今天将向这个带着蓝色拳套勒德拉斯发起挑战。因为勒德拉斯在去年我们进行的林峰走进美国决战拉斯维加斯第三季进行 WCK 轻量级冠军争夺战当中，他是KO 了李宁，获得了 WCK 的轻量级的冠军金腰带。那么今天是他的卫冕，那么邓泽奇是向他发起挑战。那么这场比赛是采用的纯泰式规则，对方可以吸上头，同时还可以用肘法。我们在去年啊，对这个勒德拉斯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他毕竟是在泰国的伦宾尼拳馆获得过全场的冠军，而且也是泰国世界泰拳理事会3个级别的金腰带的拥有者，是115、118和122磅
三个级别。我们也听到这个武林山战队的王洪翔也在指导邓泽奇说要把比赛节奏打起来。因为你只有通过你的快速进攻的节奏来打乱这个勒德拉斯的这种比赛节奏，你这样的话你才有机会。如果你这样给对方打这种阵地战的话，想赢得这场比赛的胜利，挑战成功就有一定难度。我不光是这个李宝明也好，包括王洪翔都在场边来这样指导他，把比赛的进攻的节奏打起来，要把你这种优势给发挥出来。There you see the Chinese fighter looking to load up, and Lozella just throws his left leg out there and throws him off. Again, the Chinese fighter. 这是纯泰拳规则呢，要打这个五局。Here we go, live action in round three. 好了，观众朋友们，现在您看到这是武林风走进美国，决战拉斯维加斯。进的一场男子61.4公斤的 WCK 轻量级的冠军卫冕战的一场比赛，红方是来自广东美泰俱乐部的邓泽奇，而蓝方是目前 WBC 轻量级的冠军勒德拉斯。本场比赛裁判是张切勇，打五局每局三分钟。刚才又转身边拳，速度很快。邓德杰很聪明，我这贴近你，让你对，让你这个西法的进攻也没有办法能够发力。不着急，不着急，想动一下出拳。武林风将在12月31号进行武林风全球功夫盛典比赛当中。你不仅要能看到武林风的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你还能看到这种纯泰拳的比赛，另外你还能看到 MMA 的比赛。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德拉斯对于这场卫冕战啊准备的还是非常充分的啊，他对这个邓泽奇这种进攻的节奏也不是说特别的适应。你看，你看，现在我们看到勒德拉斯，他的体能上也是出点一点问题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纯泰式这种摔法呢，和中国散打的摔法有一种本质的区别。我们中国散打摔法强调一个快字，一个突然性。而纯泰这种摔法强调一种这种缠抱。现在这个邓泽奇呢也想把比赛节奏带起来，并要打五局，体能对他是个考验。还剩最后的10秒钟，第三局比赛即将结束。第三局比赛结束了，啊，内华达州的州长布莱恩·桑德瓦尔，那么签署了一项文件，说2012年的11月11号为武林风日。他这是对这个武林风栏目4年来在这个世界搏击之都啊拉斯维加斯进行这种中美文化交流的一种肯定。和一种赞誉。哇，这个摔法险些碰着了这个长裁判江启，他撑得太近了。不管你利用什么样的技术。这个防摔非常好，邓泽奇。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泰拳王勒德拉斯，他更多的还想利用他的西法这种杀手锏。我们知道泰拳的选手在杀手锏一个细一个重，但是你这样完全贴近他之后，
他就肘法是很难发力。你看他这样的顶着这个邓哲也不让上来，因为他这是想进行一种体能的调整。他太聪明了，逼他逼他。这时候邓泽奇就是要逼上来，不给你喘息进行体能调整的机会，我要不停的进攻。哦，漂亮漂亮。这时候邓泽奇要更聪明点，拉开再继续进攻。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勒拉斯体能确实出现了问题，他越是想这种打节奏，用正蹬控制你不让想让你进攻的情况下，他为了调整体能，他把所有的体能要保持到第五局上，毕竟这是他的卫冕战，这是要逼进去，不停的进攻。我们看到场裁判这个江教授告诫这个邓泽奇，起腿的高度要高点，不要打到对方的这个裆部。在这第四局比赛里面，他采取了一种延缓邓泽奇进攻的一种战术，不停地用这种正蹬腿控制对手，不让对方上来，同时用长跑当中用摔法。观众朋友们，武林风走进美国决战拉斯维加斯第四季男子60.4公斤 WCK 轻量级卫冕战的第五局开始了。红方是来自广东美泰的邓泽奇，蓝方是世界冠军勒德拉斯。通过前四局比赛，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今天这个勒德拉斯说他是世界拳王啊、嗯。那么在今天这场比赛并战当中，他的体能确实出现了巨大的问题。尤其在第四局比赛里面，邓泽奇的优势展现出来，就是体能优势展现出来，而勒德拉斯他的体能的弱势却暴露无遗。我们看到第五局比赛，现在邓泽奇还是一种压迫式的打法。哦，今天可以说是勒德拉斯在这个战术安排上出现了一些问题。他的问题就是说，在我在前两局体能好的情况下，应该迅速的结束比赛，但是他没有能够做到。从这点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一个拳王想在这个擂台上保持这个长青，而且保持最佳的这种竞技状态，确实不容易。打完拳再上去，打完拳上去。我们现在看到勒德拉斯，尽管这场比赛是他的卫冕战，但是打得非常被动，尤其是从第四局开始，现在邓泽奇是越战越勇。要知道这是一种纯泰拳的比赛，要打五局，每局是3分钟，对于双方的体能是严峻的考验。这种缠抱技术，现在我们看到现在邓泽奇想利用一种摔法，还要发挥你自己的特点，利用拳法不停的进攻，不要被对方这种战术所迷惑。打得再聪明点，邓泽奇，因为对方在利用这种正蹬腿控制你的，帮你近身的时候，他只有一条腿的支撑，我为什么不能用低扫呢？我们看到邓泽奇利用这种转身的边圈，包括看转身的旋风踢也好，也在不停地变化自己的战术和进攻的线路。现在邓泽奇不要改变自己的战术，进攻再犀利，再主动一些。尽管这是第五局，比赛时间到了。We have your decision. Judge one scores the bout 48-47 in favor, Lurdzilla. Judge two sees it 48-47 in favor, Tsuchi. And Judge three has it 49-46 in favor of the winner by split decision. And now the WCK.Full Rules Muay Thai World Lightweight Champion in the red corner, Deng Zuqi! Deng Zuqi 获胜!